distressed。 好，在讲 distressed 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它的原型动词 distress。 好，来，第一个音节在 di， 我们念成 d s t or e s s， 这个字呢我们念成 stress。 那 stress 这个字呢，如果把它独立出来的话， stress 这个字呢也可以当作压力的意思。那你把压力给了对方，让对方觉得很痛苦，所以这个字呢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情绪动词来看，这个字呢就念成 distress， 是痛苦，是忧虑。来，我们看例句。 The news of his wife's death greatly distressed Brian。 好，那说呢 the news 这个消息，什么的消息呢？ of his wife's death， 他太太的过世死亡了，这个消息 greatly 大大的 distressed Brian， 令 Brian 呢感到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忧心啊，就是 distressed。 这边呢当作一个及物动词来看。那我们把这 distress 这个字后面加上 ed 之后呢，来音节也是分一下，第一个音节念成 distressed， 啊，两个音节重音节我们落在第二个音节，这个字我们念成 distressed， 当作形容词来看，中文翻成痛苦的、伤心的，用来修饰人。因为它呢是属于情绪，所以只要情绪动词主词是人，我们要把动词呢改成过去分词。同义字顺便背一下，第一个念成 upset， 好，就等于 feeling sad。 我们看例句。 The mother was distressed by her son's bad behavior。 好，她说呢这位母亲呢 be distressed by， 好，这个片语呢顺便记一下，因为什么事情感到痛苦的，感到伤心的， be distressed by， 啊，因为他儿子呢不好的行为、坏行为，让他感到伤心、感到痛苦。 distressed 形容词，痛苦的； distressed 动词，是痛苦。